小米是一只可爱的吉娃娃，但它总是对科幻世界充满好奇和想象。在一个晚上，它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变成了一只科幻狗。在梦中，小米变成了一只机械狗，它有着金属的身体和钻石一样闪亮的眼睛。小米开始探索这个未知的科幻世界，发现自己具有了新的能力。他可以用他的机械身体发出强大的能量波来摧毁障碍，用他的机械爪子来攀爬高墙和攻击敌人。他可以快速奔跑，甚至可以在空中飞行。在梦中，小米遇到了很多奇怪的机器人和外星人。他学习到如何与他们相处和沟通。他还遇到了其他的科幻动物，像是像小米一样的机械动物和拥有着神奇力量的异能动物。尽管是一只新的科幻狗，小米并没有迷失自己的本质。它始终保持着它的友善和爱心，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动物和人类。最终，小米在梦中成功地克服了所有的挑战，回到了它的吉娃娃身体中。当小米醒来时，它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梦，但是他也意识到，这个梦境故事教给了他很多有用的东西，像是勇气、创造力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。